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们敏迪里面的提取物的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、皮肤过敏、主副手，对皮屑脱落和气管过敏都是有帮助的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星夜迷離，我的短故仔就比較多一點，長的少，即是好像上一集我講那個電單車那個就比較短，即是完全不像你拉布的，現在反省了，沒有騙飯吃了，不是騙飯吃的，因為有些真的有劇情的嘛，那你沒有劇情你硬硬加幾多劇情上去，沒理由兩個去吃雪糕你都講餐飽的嘛，今天有些事未講，做了錄了很多，其实我们这一个呢，请各位网友去我们巴打台 Facebook、YouTube 频道订阅、赞好和留言支持我们巴打台，多谢这几句话呢就不停说。但我们由做三教九流呢到现在呢都未讲呢，就是我们未介绍自己。我是 Peter 仔，我是老三。那呢一开始又我又来一个。好啊。那我来这个是讲什么呢？龙鼓滩。之前呢我就讲过龙鼓滩啊、楼市，他们有那个祠堂啊，有个祠堂，是有间，是啦，另外他们呢就那个茅家那个坛啊，就坛，是有个坛在这里啦，分支。但是我今天讲这个呢就跟他没关系，完全没。那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你有没有去？实有的。咁我哋去龙鼓，系啦，冇错啦，就夜龙鼓滩钓夜鱼。钓夜鱼，有。咁啊，龙鼓滩钓夜鱼啦，我哋好多年冇去啦。唉，三廿年啦，起未做，我睇好耐好耐冇去。好耐。咁啊，佢有一个出水位。系啊。应该就唔止一个嘅。近嗰个梅灰湖嗰度咯，嗰个咩啊？发电厂啊？发电厂，系嗰度附近咧，唔记得啦，好冇。咁佢咧就卜卜卜卜卜咁样讲，我哋咁啊呢个古仔咧就发生咧，就有几个人去钓鱼，咁我唔知佢系老啊定系后生，又冇讲。咁嗰个年嗰、那个时间咧，就系钓呢个鲈鱼嘅季节，即系中秋度，系咪啊？秋天啦、啊，秋天下打后啦，啊，即系中秋之后啦，系咁上紧啦吓。咁啊，成班咧就都系几个人嘅啫，就去嗰度钓鲈鱼。咁啊，钓鱼又冇乜嘢嘅喎，啊，好多人钓鱼都撞鬼嘅喎。系啊，啊，即系有时听到嗰啲鬼嘢哭噶。但系咧，佢哋钓鱼咧就冇听到你讲嗰啲嗌。亦都冇嘢吸引佢哋行落水，因为你如果喺嗰个喷嗰个出水口嗰度咧，你真系落唔到水嘅，嗰个系一个以前我哋去嘅时候一个大石滩嚟，系啊，嗰啲水冚冚声出嘅，你又真系冇办法落去嘅。咁佢都系钓鱼，钓，突然间勾到嘢，点啊？勾到嘢，勾到鱼定石头得噶？咁样勾到扯埋嚟噶啦，系咪啊？系勾到啊，梗系扯埋嚟噶啦。你石头嘅唔喐，有啲墨鱼都系噶嘛，死唔喐噶嘛，啲墨鱼即系勾住佢，好似冇嘢咁。系啊，冇嘢嘅，放翻佢啦，系嘛？大只只，你放生佢。佢呢一个咧，直头有重量嘅勾佢。好多人话见到水鬼，或者系俾人掹脚。你是见佢唔到嘅。
今次佢恐怖之处就系佢见到佢，一路收线，一路收线，一路收线，跟住一见到夜夜晚梗系睇唔清楚啦，若摸啦，隐隐你发觉咧有啲好大嘅物体，但系唔系好重，唔重嘅。你唔覺重喎，但係發覺好大嘅問題，跟住呢條線一路扯一路扯一路扯，咁你啲人就點啊？啲鱸魚係點啊？準備撈機啦，係啦，因為如果鱸魚一般就大條噶嘛。咁你扯上嚟評估個重量有幾大噶嘛？係勁嘢啊！攞定個撈機嚟撈噶啦嘛！撈啊！唔好同佢咁樣鬥力噶嘛！喺下底一兜佢咪上嚟咯。嗯，一路埋嚟，咁咪準備曬咯。突然间觉得唔对路，嗰条唔系鱼嚟嘅，人嚟嘅。咁喺个水嗰度又唔知道，喂，唔系勾到垃圾啊？即系仲未上水嘅，未上水，你仲喺个水面度浮浮沉沉，即系有重量，鱼又一定系同你斗力啊，两边扯、啊。系，但系佢一路嚟一路嚟，跟住你条线一路嘢一路嚟一路嚟。咁呢个古仔咧，我就唔敢肯定佢咪揾替身，但系一定系攞人命嘅。咁你嗰个出水口，啲人企喺上边，嗰个好似大渠咁样噶嘛。企喺上边，好似两边系有嗰啲岩石，岩岩潺潺嘅。我记得好似佢最恐怖咧，佢一拉佢上嚟，侧边嗰个拉流机，跟住就一个人头上嚟。嗱，唔知个男定女，一个人头上嚟，嗰、那个勾就系勾住佢个喉。如果一个人你条线有冇办法拉佢上嚟啊？鱼丝拉唔到啦，系啦，冇错啦，佢拉唔到佢上嚟，佢系自己喺水度慢慢升上嚟。佢唔系跟嗱，即系咁。哇！出埋道具，冇办法，你拉佢上嚟咪咁样咁样上啊？系咯，系咁样上，即系你条线咧，可能就咁样吊住佢嘅。根本就唔关你嗰条线线噶，佢自己埋嚟，佢自己控制自己一路慢慢咁样上，拉鱼竿嗰、那个拉上嚟嗰个咧，就吓到掉低鱼竿走。揸捞机嗰个，揸捞机嗰就跌咗落水，吓到跌咗就失惊啦。因为佢系孤低个身，谂住咁样去捞佢啊嘛，系咪啊？放心啦，可能一惊啊，就细估唔到就掉嗰个冇事。揸住个捞机拉佢个跌落水，一跌落水就冧，跟住个水就冲咗出去，冇蒲过头，都搵唔搵到啊！你搵水警都搵唔到啊！咁啊，跟住呢个咧就冇蒲过头咯，咁啊拉出嚟，咁嗰个吊咗上嚟嗰个点啊？唔知点，因为嗰啲人揸住鱼丝嗰种掉低嘢转头走人。呢、这、一个咧就几廿年前短短嘅鬼故，我都唔知短啊！嗱，我就唔知佢真定系假，就是、就希望系假。人讲咪照讲咯。系啦，我就喺稔湾嗰头听翻嚟，我就希望佢系假。讲完未？讲完。咁啊，你又讲过啊？讲过，讲我哋，你啊头先讲钓鱼啦。咁我哋都有钓鱼嘅。在基围那里，我想这个故事呢大概都是我都是十二三岁的。即是我之前讲话有个，即是以前很多人去我们条村那里基围那里钓鱼，就说有个人被人说掹脚掹了去沉了去，即是蛙人去捞来捞去都找不到的嘛。那个基围，那个基围真的很邪。如果你挨晚咧，你真系唔会一个人真系唔会够胆去钓鱼嘅。咁咧嗰日咧就我同我同个同村个同学啦，大家都系十二三岁啊，总之唔知十一十二系嗰个时间噶啦，就唔系去钓鱼。钓鱼都得，钓鱼咧我哋用虾钓嘅。我哋呢次咧就走去钓虾。不是钓鱼，因为那里那些基围虾就好吃啦。但是它那个基围有一种叫黄虾，特别好吃的，又大只。就找勾住条鱼仔，找啲鱼丝，找个鱼钩勾住条鱼丝，就不要落鱼。就咁抌落去。系啦，
咁咧，你可能咧，我就两副鱼丝，咁我嗰个朋友仔咧就贪心啊，就落三四副鱼丝咁样咧，就勾住条鱼仔啦。嗰啲虾好快，因为嗰啲基围好多虾嘅，就嗰啲虾就美味啲，大只啲嘅。咁你咧就定住咧，佢一食你咧，佢系慢慢拉嘅，唔同鱼嗰啲一食咧，唰一声扯佢噶啲虾。咁你咧就要慢慢定佢上嚟啦。定佢上嚟咧，呢度一定到佢上嚟，一把住个捞 K 咧，定到佢上水面咧，一捞落去就有噶啦。就捞到佢上嚟噶啦。咁啊，两副啊鱼丝啊轮流咁样钓啊。咁我个朋友呢度系四副鱼丝啊。系咁喺度钓啊钓啊钓啊咁。钓到咧，即系你钓鱼咧，同埋钓虾咧，你好衰嘅，你冇啊又自可啫，即系一多佢食，系咁上水，系食你上水咧，你又唔愿走噶啦，因为钓虾同到钓鱼都系嘅，早晚啲鱼虾咧就特别开口嘅，即系朝头早啊，即系人哋话钓早鱼啊，钓晚鱼，钓夜鱼啊，夜鱼就好少噶啦，夜鱼边度有啊？除非你嗰种鱼系专门夜晚揾食啊，唐失白鳝嗰啲就会嘅啫。咁啊，钓到太阳都即系见到个太阳红色啦，都差唔多，即系落山水啦，即系仲翻剩翻一边个太阳红色，即系已经系日落西山，仲有几分钟已经系黑晒噶啦。喂，我话走咯喂，夜啦喂，咁我两副鱼丝我收啊，梗系快啦，咁我就因为呢边就基围，咁呢度咧就有条驳，后边咧就系红树林嚟嘅，即系红树林对面咧就系深圳噶啦，咁我收啲鱼丝快啊嘛，咁我哋一人一部单车已经泊咗喺嗰条驳嗰度。咁我行上去就攞单车啦。咁咧望到嗰个红树林嗰度咧，佢唔系全部都系红树林嚟嘅，都有嗰啲泥地嘅，即系空嘅，但系嗰啲都系嗰啲沼泽嚟嘅，就唔系全部树林嘅。我睇，咦？点解有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，望落就好模糊嘅，企喺度，但系又唔会喐嘅。唔会喐嘅喎，咁嘅，即系我啊，系人嚟嘅，即系嗰种装束咧，好鬼似大陆，大陆嗰啲装束啊，真系。即系你又谂住系啦，扯裤啊，嗰啲咁嘅灰灰麻麻嗰啲咁嘅衫啊，总之就望落去就系咁上。睇就知系噶啦。屌你老母，又系啲大陆人啦，肯定系嗰啲大陆人偷渡啦，系偷渡过嚟啦咁。咁啊，等我呢个朋友啦，又上到嚟啦。咁嗰阵时我都唔肯定啊，嗰个佢唔喐噶嘛。你如果系偷渡，你一定系喐噶嘛。系，喂，快啲啦，走埋嚟上岸啦，系咪先？咁我呢个朋友啊，上到嚟又攞单车，我哋大家一齐都望住，望住嗰两个。我问佢：我话喂，嗰两个系咪人嚟噶？唔喐嘅。跟住最奇怪系咩咧？最奇怪系红树林啊！凡系红树林嗰啲泥咧，即系我哋一落到去，一定系烂泥好烂泥深。一落到去又起，一行出去就起码到大髀嗰啲泥咁深啊！点解佢可以企喺嗰度？喺泥面上，喺个泥面嗰度，好似屌你冇，好似识轻功咁嘅。哎呀，咁啊！咁咧，咁我个朋友啊，嗰阵时仲未肯定佢系唔系人嚟嘅，即系你唔喐嘅，又蒙蒙就挨晚啦，夜晚就差唔多个天黑晒啦。咁啊，嚟我谂都有成一百尺嘅。咁我个朋友就话：喂，咁样嘛，嗌我，喂，一嗌咧，哇，跟住佢咧就。慢慢向住我哋呢边啊，即系好似嗰啲咩水上漂啊、草上飞啊，就唔见只脚行嘅，系唔见只脚行嘅，佢根本都冇可能嘅，佢会喐嘅喎，大佬，咁样一路移过嚟，哇，吓到我哋，
即刻踩單車，擒上單車，咦，舞龍咁樣走咯。嗱，咁啊，呢、這個古仔講完咧，我又試下，仲有分一分鐘到，或者講多些少咧。我講個短到不得了嘅小字，少少嘅，好奇怪。我希望我有機會咧嚇，能夠問到人拆鬼拆解到佢究竟係咩一回事？一回事咧就叫做揾我拆解得唔得？得，叫生魂，叫生魂。嗯，即系会唔会话嗰啲人死过翻生？唔系，就一个人死咗，你去灵堂拜佢又好，咩都好，忽然间你听到嗰个人把声嗌你，嗱，嗰人死咗，死咗人把声嗌你，嗌你，譬如嗌你个名咁啊，嗌你，于是乎你个魂魄就喺你嘅身体扯你出嚟，嗯。扯咗你出嚟，你唔系痴痴呆呆啊！你瞓着咗，但系永远都唔会醒嘅。呢一个就叫拉，叫嗌生魂，系咩？系啦，咁样咧就我听到呢一句嘢咧，我就未听过，活咗几十年，我都未听过。所以我希望咧有机会咧吓，我就去想认识嗌生魂究竟系乜嘢一回事？系成套嘢系点嘅？你问嗰啲师傅得唔得？诶，你知我呢排比较忙啊，吓唔系下下都要问打电话问人嘅。希望适逢其会咧，就可以问到其中嘅奥秘喺边度。啊，唔知点解一早亲星夜埋嚟呢间房好似特别冻咁嘅。你今日咁鬼壮，顶住噶咋？我个袋有衫噶，个衫我咪出去搵件衫着啊。好啊，咁啊呢集又做完，好多谢各位。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